结婚的女性都会觉得现在老公就是只有一个倒垃圾的存在而已，要怎么样才可以永远保持这样的热情啊？我还是老话一句，就是新鲜感一定是要维持，对不对？是，怎么维持？你可以是尝试一些比较小情趣，好比有一些像Pinjo他有出非常多款是很性感，然后适合 cosplay 的内衣。刚才有提到在家里睡衣，非常的美丽。OK。这个都可以增加两个人的一些小情趣，有时候你就穿着成套的内衣啊，然后可能外面再搭一个外罩或者是性感的睡衣，然后两个人喝一点小酒什么，就觉得哇好像很有气氛这样。就是玉美会说你在一起粉色追送，没有啊，他每一个角色都有这一款。所以你每一款都很这样，Yes, 大家可以上 Google 上面都可以找。没有，对，我就打美少女战士，然后打分钟。哦，要不要去搭个水杯？我们从那个楼下来。那也会太性感。那他就是把美少女战士的衣服，然后变成内衣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哦，我觉得很漂亮啊。对啊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内衣，就是这里对身体这样。在爱之后干嘛？就一起玩乐。他有融入角色，没有啦，他有，他也有，他有什么受害者？他说他要当燕尾服，燕霞。